招募志工吗？还是也在动的方向？在在新年锻炼下，由馆长苏迪芬进行一场简单的告白仪式。这一间以机器人为主题文创商店正式开幕，嘛只是到老分两家文创古老的其中一间。园区哦，园中间已经是非常的丰富，啊嘛非常的热闹哦。啊，当然也过真侪工课还未完成啦吼。啊，希望讲第二期吼，不管是软体还是不管是硬体的时吼，拢当赶紧哦，这个园中间幼儿园区的时哦，佫较热闹，啊佫较有趣味啊。利用古日本警察宿舍中建在利用分中街文创古路，第一家会当发现济济创意，嘛是亲自佚佗的好选择。又有一个地方可以带小孩来，很好。对对对。啊，真好啊！因为吼换汇吼，哎，当可以变作个活化起来安尼，我感觉这是真好啦。因为县政府赞，有机器人的工作坊、音乐馆、书馆、手工艺品馆以及手工小提琴制作等些所在。台北市长谢秀表示，这将会为岛内带来新的人潮和商机。所以它整个动线来讲的话，它是非常适合让全家大小来，它有适合小孩子的，也有大朋友的。所以整个区域来讲的话，适合慢活，然后适合慢慢的阅读。斗六真好，那我们有这个区块更好，欢迎大家来小船来铁佗。在开幕后的分两家文创古楼，每一个教室也是场馆，就开始接受民众的报名来这进行各种的合适活动，也欢迎大家多多来利用。记者陈心长报道。